我相信我无法度超过去，大家也都也请来革命，但是十一月是五毛乡亲用咱的选票来革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拍到这个阿白政府，今仔是真正政治力介入、司法压迫，我敢若替我这同事，大家感觉该悲哀，但是我嘛希望各位乡亲和阮，阮会去转动阮的动力，未来在这边的中间内底。我们也尽力来拍官司，找回我们的清白，做共同有这个机会再来为大家服务，好吗？好，我白汤为你啊！好，王志宏加油！王志宏加油！魏小辉加油！传真哈，就是被告等十名被告，因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拔法的案件，经最高法院判决确定。那并最高法院在同日10月25号已经为限制出境出海的作业。那本署在晚间接获传真之后，审酌是属社会重大瞩目案件，遂立即启动防逃机制。那并在隔天，也就是26号，就是联系警方，指派专人送达传票通知。十名被告于今天107年11月2号上午10点大案执行。那其中有两名被告是嘱托台中地检执行。那本署的8名被告已经在上午10点都已经报到。那目前在做人别的询问中。好，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做后续的那个执行的程序。对，那就这个部分，他们如果针对那个确定判决有不服的话，他们可以另外再寻法律的管道救济。对。